然后你像主播看小姐方秀内就是新朋友他就变成那个有这个风景啊哈，他那里超级高的这个风景性景啊哈，那个就在他们在新疆那边，他那里采访啊，采访啊，好景啊哈，那是最高啊，那当地的哈，那个超级性景是最高啊嘛哈，超级高，超级高配啊，最高啊，那些经过采访啊，好久了后了哈，啊，他来哈，那些波啊，波波一万哈，你肯定是很高了哈，哎呀，那真的话是风景美。